暮翠，战功赫赫，飞升蓬莱，我为上仙。想不想来见你，不愿付出一切，他不会走。这便是蓬莱图，蓬莱天际开启了。我一生苦修，终于等到得到飞升的一刻。对不住了，天地仙，蓬莱图，我必须上蓬莱。可惜蓬莱图上不会有幽王后裔的心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蓬莱图，谁也不知道蓬莱图上究竟封了哪些神，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。这样我就可以永远陪着他们。大哥，我一命换一命，是不是可以放过我？过你不会要死的，你不会死的。从此以后大家人归人，下归下，有祖归有祖，不再有瓜葛。答应我。从今以后文湖就是我端午灵的，如果有谁再敢欺负就是跟我端午最过不去。诸神界斩幽除魔，诸上神被诸神界所杀者魂飞魄散，端午替你偿命。明日早晚我和你不一样，一定要诛端午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放弃神格叛出蓬莱？没错，没有端午催的蓬莱，我首要的蓬莱，没有他做这上仙有什么意义？疯了，向天立誓，从今时起舍弃上仙神格，自与蓬莱势不两立，不死不休。你们害死的端木，我就要让你们永不安生。一定会回来带走端木。